可以可以。哪里？整装待发，马上出发，出海搞鱼去了。去运输，慢点，快去运输。等会你们可能就你们就在这边等我哈。我晕船，我不去。等我满载而归。OK。拿个第一名回来呀、啊！不要第一，不要第一你就 OK 了。没有第一名，不要回来、啊。烂着脸哈，烂，悠着嘞，悠着嘞。今天分组分了两个大美女跟我一组，他今天又想说了，说我不想说又不说，往外面烂就大起来了。黄雕啊，不是黑雕啊！黄雕！啊，这个要整出来、啊。他们那边声音叫出来了，家伙！拉起来第一条收获黄雕。第一个哈、啊，第一个黄雕。对面的气氛也好高，都尖叫起来，应该是收获挺大的。对面应该上菜了，声音。叫得这么大声，我这边都听到了。我可以摆木话语吗？哦，第一了吧？你是黄雕，不错吧？刚刚那个个头差不多。不说我钱了。最近这个说我那个滴滴这个海带非常多。来了，马斯不累，我给你叫不叫？差点被他跑掉了。来了，哇，够！我们还在干活。OK， 有点错误了。特写哈，别给他飞着了。他们说三斤多，总共三斤多吧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三斤多，是不是？差点被他误扰了。我差不多。哎，还在。哦，也有十斤。哦，十九公啊，我这个大。这个十几公大。彪彪，这个十几公大了。对。大的红彪彪。小彪说红彪彪的。十九个啊！这个我们那边这个个头的话，一斤卖200块钱。对。
对，我们这边一百多。一百多哈，你们这边可能更贵，你们这边那个价格，鱼的价格会比我那边更贵，每个地方的行情都不一样。对。我们抓的最大一条才6000多。好大一条，有个。红彪彪。这个一碗拿去煲汤就可以，小孩子煲一碗汤。像这个，对，煲汤。十几公煲汤非常好的。这个大鱼不得了，这个鱼被扎到，这是什么？鱼啊！鱼，这个刺是有毒的。救不来，手不要动，手不要动。没有，经常说我抓没抓到虎鱼，今天来莆田抓虎鱼了。来了！哇，值钱的货。OK， 莫你可以斩哪 K？ Let's go。应该一个好几两。入库了，这个挺住的，可能有半斤，可能这虎鱼。带回家干两杯，嘿嘿，走嘞，走嘞，回家比收获去了哈。哦吼！太收获了，昨天今天二两子收获，这是我们的收获，6斤4。厉害！我们总共抓了就三条黄刺鱼，然后三条水母鱼，然后还有一个花盖蟹没了。你们抓多少？6斤4两。不错啊！如果说4舍5入的话，就是6斤5两。那我们都还没称啊！你们还没称吗？对，我们回到平地里吧。